我是 Fear， 最近刚好有空，准备去荷兰放松一下。我从机场里面出来了，荷兰我们来了。听说荷兰是牧场王国，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是牧场，我们直接先去牧场看看吧。哦，我们来到牧场啦！哇塞，这里也太美了吧！ Hello Hello， 靠近一点好不好？你在看我啊？你跑得也太快了。其实我今天来到这么美丽的牧场，是因为美素佳儿奶粉推出了全新的 Track Easy 即刻安心溯源系统，我来替大家亲眼见证一下系统里的信息。这里跟我在 Track Easy 里面看到的360度牧场全景一模一样。哎，我好像看见了牧场主。Hello。Hello。Cheers。哇 ，They are all lined up 。Yeah.每一头奶牛的脖子上面都有一个项圈。So this is the neck ID tag, and with the neck ID tag, we can check each cow in a monitoring system. Naughty girl. Yeah, yeah. 他们的这个手机 APP 可以监控所有这些奶牛的身体状况，还有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牛可以在这么美丽的地方这么悠闲的生活，然后由这样的奶牛来给我们生产这么好喝的牛奶。Too adorable. Hello. They're really cute. 刚 Job 跟我说，这个是一个英雄妈妈，昨天刚生了一头小牛。Yeah, she did good. She did great. Good job. The baby cat, right? 他们是昨天才出生的小 baby 奶牛，看起来好大。Job 告诉我说，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在用人工挤奶的方式了，而是用一个叫做挤奶机器人的东西。下去看一下。They're all standing in the line for the milking robot. So when this one is finished, this cow can go in. 这就是挤奶黑科技啊！这样子对它的乳腺会很好，你比手挤要卫生很多。Cheers, Job. Cheers.今天上午我真的是感受到了美素佳儿对每一个环节非常严谨的全程的把控。So maybe next time I'll bring my babies here and play with the cows. Yeah, that's really good. You can play with the cows and the calves. Yeah. Okay. 哎，那边好像有一个奶罐车。这个我好像在 Track Easy 里面有见到过，但是我们美素佳儿的检运专员，他每天都会到这里来收鲜奶，然后检测鲜奶的质量。Hello, cheese.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milk has to be around 4 degrees. 然后每次的鲜奶采集，他们都会检测采样，然后送到工厂。在牧场上面，鲜奶的质量管控很重要，但是运输过程当中的这个质量把控也是很重要的。刚刚呢，我本来想让检运专员然后带我去他们的美素佳儿工厂去看一下，但是因为他们工厂是无菌化生产的，不方便随便带人进去，那我就决定自己呢去他们的瓦克宁根研发中心去看一下。Hi, I'm Margo. Nice to meet you. Let me guide you around. What you see here is that Fusion Campina is owning the whole chain. 这就是美素佳儿的全程自家管控。那现在 Margo 带我参观他们平时呢做的一些关于牛奶的检测，哇，挺像那么回事的，我看起来就像一个女科学家。河南自家牧场的新鲜牛奶的样本，牛奶的 pH 值呢一定是要在7，它就表示它刚刚好可以拿来做奶粉。This is now ready for using in a pilot plant. Currently using also for our Friso products.From the very top of yes. the building. So this is our milk stream. This is representing all the milk that goes through Frisland Campina. 这是一条牛奶之路，它连接了我们的牧场主还有我们消费者。Margo 他们实验室做实验也好，创新也好，只为更大程度地保留鲜奶中的天然营养，坚持从鲜奶到罐装一次完成的制粉工艺。我现在回酒店啦，今天呢是亲自体验了一下 Track Easy 系统里面提到的奶粉生产管控流程，让我对美素佳儿的产品非常放心。妈妈们现在有了 Track Easy 系统，也可以像我一样来一场溯源体验，见证美素佳儿的全程管控。